大家好，第一次当主播，还不是很了解业务之类的，但我会努力的。再干回老本行了。啊，我的天哪，要笑死我。然后我现在是不知道戴哪一个会比较好，因为就它一个是银色的，然后一个是金色的，我都很喜欢，所以其实会稍微的有点困扰。你们就算了，我先试一下银色的吧。银色，啊，是我没调好，怪怪的。哎，没办法，头太小了，知道吗？对，然后这个我先调一下吧。狐狸王，帅吧？怎么样？有什么想问的吗？这个不是拉链，这是纽扣。真的是纽扣，然后还有，其实我已经扣的挺紧了，就在家里肯定放松一下，而且泰国其实说真的会稍微有点热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拉还好啦，对，毕竟是一个诱惑的成年人，我觉得这应该的。怪害羞的。但是呀，别忘了，我可是一个能在机场讲3个小时的男人。其实这都就是没人陪我讲话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说啥。气球，帅吧？吓我一跳。哦，对了，再给你们，就再给你们看一个东西，公司然后帮我做的一款帽子，世界上只有一个，是吧？Mavericks， 我英文不好，你们不要说我。然后 Fox 狐狸 ，Artist 艺人，然后 CK， 然后都是差不多类似于是我会喜欢的设计，然后到时候我自己还要手工再给它加上一些啥。我不知道这个英文是啥意思，但反正可能就是夸我的吧。特帅，但是算了，我还是要戴皇冠。戴上皇冠多帅，哼。酷吧？这样讲出来会有点羞耻，但是我觉得讲出来也没关系。就是看东西，然后之后评论，哇，李希凯好帅呀、啊！哎呦，哇，这么一看，其实我还挺帅的。把皇冠给自己戴好，不能戴歪。理想型的女孩子，理想型的女孩子，你们问了我一个大问题，因为我还没想过，其实我可能就会比较看感觉吧，对，但我觉得我理想型的女孩子应该是我粉丝类型的，对。很早恋，小兄弟，我20岁了，对，都20岁了，1分钟，还有1分钟，祝李希凯生日快乐，